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。当你的领导在微信工作群当中说了一个想法，并且 at 全体成员讨论一下的时候，请问领导要干什么？我第一感觉，如果他阐述了一个事实，然后 at 所有人的话，应该是就是一个宣泄的意思。at 全体成员可是一个很复杂的操作，要 at 所有人的名字都点一下，你知道吗？那得有多愤怒、啊、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在他对他来说，他觉得就是不可不说的地步了，不得不说、嗯、如果他是一个夸奖的事儿呢？那就是想让所有的人借鉴。是什么事儿非要让你们在群里面 at 所有人的？你们干过这事儿？那个我们经常干啊，就是经常做，对呀、啊，经常干啊。不，为什么你就直接说我通知全体人，你干嘛 at 别人干什么？重要啊，很重要啊，群主引起关注，怕这个这是群主特权，重视啊。这个特别需要每一个人都要 feedback， 就是都要反馈的。第二，还有人经常知道什么吗？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在群里说一句话，然后没人搭理你，没人回你，好没面子啊。哎，就是说有没有面子是。第二呢，就是说我艾特你了，你应该能看到了。如果你再说你没看到，那不是我的责任了。我都已经每个人都告诉你们了，你们还没有回复，那你太消极了。如果你艾特了他还不发言，你会把他踢出去吗？那这不会，那肯定是第二天的话就要找他当面要聊一下啊。我觉得有一种情况是要艾特所有人的，就是说就是某一些想法或者某一些建议，我们其实是在推行或者是讨论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所有人有认同感的、啊、然后我需要所有的人你们对这事认同，然后我们才能推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听所有人的意见。好，剩下的六盏灯，关于他的人力资源的岗位有什么问题要问？因为你刚才啊，就是你讲了一个案例，就是说你的公司有一个员工他在那个岗位上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，你想方设法把他调到跨部门，调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工作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里面呢，体现了一个 HR 的一个角色，就是说我们 HR 扮演的角色啊 ，A 代表公司的利益 ，B 代表员工的利益 ，C 代表员工和公司之间的桥梁 ，D 站在公司的立场上为员工考虑。请问你选几？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？我觉得是代表公司和员工之间的一个桥梁。如果说你把 HR 当作员工和公司之间的一个桥梁，你在中间寻找一个 balance， 会造成员工和公司的对立。我目前看到最好的答案呢、啊，其实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为员工去考虑，因为员工是公司的员工，公司是员工的公司。但是你要必须要站在公司的立场上，我每个鲜活的员工去考虑他们个人的发展，这样才行。所以我对你的问题回答，我觉得不是很满意。丁姐，你在过去做人力员工关系做的比较多，对吧？那你有没有跟人吵过架？就是有没有展现过自己？因为你写的也是内柔外刚，你有没有很强势去做一些执行的过程？有一次在做那个计件工资的时候，我给他们解释的说是。你上多少个班我会给你算多少个班的工资，但是计时的话是每个月不能上了超了上限，但是员工所有的人都觉得是你就是按计时的天数给我们算的，我们多上的产量你不给我们算，天数不给我们算。当时有个员工给我说的是，如果一个月40天的话你会给我算40天吗？我就说谁说的，站出来，你给我找出哪个月是40天，我就给你算40天的工资。这是我吵得最激烈的一次。也还好，挺有意思，还好哎。来，第二轮选择徐国磊。还有两盏灯，直接进入谈钱不伤感情。来说一下你们的岗位，从举贤网开始。举贤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广州分公司的猎头助理，底薪是5500，因为猎头助理主要是靠提成，所以5500的底薪加上提成。我这边其实是我管理了另外一家公司叫七麦科技，以前我在这个平台也招聘过，那这个岗位是总经理助理，你的老板也是一位女性。好，谢谢。你可以问一个问题。我想问一下举贤网这边。就是我进去以后，就是这个专业培训的这个频次会怎么样？前面三个月会给你一个就是充分的培训的时间，专门有一个资深的一个猎头顾问会带着你，你会做他的助手。来考虑一下，做出你最后的选择。
聚贤网、七脉科技。谢谢，再见。你的选择是聚贤网。对今天的结果还比较满意，聚贤网它是一个专门做招聘的，我能进去肯定是对我的以后职业发展是有帮助的。进入到企业之后，首先我先用最快的速度，先熟悉业务，熟悉环境，把工作抓起来，然后学习专业的知识。